很多年轻人像我这种年轻人在职场上打滚的时候，会觉得为什么我东西没有人看？可能机会不是每个人都有。那既然三立电视给我们这个机会，那变成大家去争取。那谁争取到了，谁就是赢家。我觉得评审人都很好，对，然后也很高兴他们可以看到我的东西。然后我希望就是之后还可以这样继续做下去，然后让整个世界都看到我们。对，我们台湾是很有实力的，我觉得办得还不错哎，就是这一整个感觉，然后还可以让就是让我们这些有在整个背后努力的人被看到，对啊，我觉得这是一个还对我们来讲很好的机会，因为毕竟我们在南部苦无的就是一个机会，对啊，然后可以透过网络，然后让全世界，而且这又是一个世界性的竞赛，对啊，可以让大家看到，我觉得办得很好，三立很棒。很高兴三立会办这样子的活动啊，就对于我不是那么执着说我要创造一个导演风格多强烈、视觉风格多强烈的一个新生代的导演来说，我觉得是一个很公平，然后也很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样镜头蛮脏的，还没想到，他们人都不错，还可以再面试一次吗？谢谢这次三立有这个机会啊，让我们。能够拍一点属于我们喜欢的东西出来，觉得很好玩、很刺激、很新鲜。到第一次这么近的距离，到表演给观众看，倒觉得还不错。到评审也很亲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事情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收获。也听到很多的评价跟意见，到我会继续加油，到 go， 对自己有信心。现在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对，那就是松了一口气，刚刚非常的紧张，然后刚刚就有一种很冷场的感觉，然后大家都觉得我到底在讲什么？不会啦，真的还好。然后谢谢三立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但是感觉非常轻松。那其实我们也是今天算是代表我们这个团体，我们有个拍摄团队，大家来的，对不对？对，我们是 X 工作嘛，就刚好跟大家顺便跟大家报告一下今天面试，希望能够让一些评审啊，或者让一些更多人看见我们的作品。我觉得这样就是代表我们的作品是成功的。我觉得今天就是跟评审第一次见面嘛，那反正就大家很轻松的聊聊天，那彼此互相了解之后，就是接下来应该是有更
更严苛的考验吧。就是一进去就是一脑子都空，虽然外面想的蛮多的，可是还不错，认识了一些就是各位评审啊前辈，然后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很好机会，那我也努力加油的。我觉得这样的活动对现在的就是像我这样的就是说想寻求机会的人算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吧。然后我是一个香港侨生，然后事实上但是我已经毕业两年了，然后我今天非常的高兴有这个机会去跟这些有经验的评审可以聊那么久，然后得到一些意见跟经验，我觉得这样是很难得的。评审给我们的感觉非常的专业，他真的有用心在看每一个作品，每一个参赛者他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被肯定了，那能够看到评审已经这么用心看到作品，然后也看得出你的点在哪里，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肯定了。我觉得这样其实我就觉得还不错，至少我们的作品受到大家的肯定，第一眼的关注。OK OK， 对，有第一眼的关注。那至于之后的话，我是觉得就随缘，对，随缘。让全世界的人也都可以来参加，然后也让从台湾呢看出全世界这样。